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学史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皇民化文学的时候日本人扮演怎样的角色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因为在殖民地时期台湾人没有选择的自由，所以任何战争的国策实行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作家可以逃避的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是自主性来写自己的作品。他们说台湾人跟那个日本人如果一起去作战的话，台湾人就是跟日本人平起平坐了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战争爆发的时候，在1920年所制定的那个六三法，他还是继续的在引用。这个六三法是在1920年的时候本来说要取消的，结果没有想到又继续动用下去。那六三法是在讲什么？六三法就规定台湾人民的身份，他不可能是跟日本人是平等的。所以呢，到皇民化文学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觉得说，我只要能够跟日本的军队一起作战，跟日本人并肩兵，肩并肩，然后一起在战场拼生死，我们就跟日本人一样了。可是我们回头看六三法的话，六三法没有取消，台湾还是次等公民，只是表面上觉得你是跟他们平等的，只有死亡是平等的啦，否则的话，台湾人永远是跟日本人是不可能一样的。因此这种决战文学会议之后，西川满就是日本的这个文艺台湾的这个编辑呢，他就开始编辑一本叫做台湾决战小说选。这部书分上下册，现在都还是可以看到。那里面当然也不只是有小说而已，像杨云平他就在上面发表诗，也发表了一些散文这样的。杨奎也必须要去写，吕赫若是到农场去的，他吕赫若后来写了《山川草木》那样的小说，还有《风头水尾》，他就是写那样的。所以呢，台湾决战小说选，在一定程度上好像是台湾人被在改造了，可是台湾作家也有他们自己的书写策略。举例来说，吕赫若也被迫要去写一本叫做《风头水尾》。吕赫若他就写一对男女，然后他们去那边耕种，然后一个女主角是从东京回来的，那从东京回来的女性是非常非常现代的女性，当时叫做摩登女性，她也参加了这个耕田的工作。然后这个女孩子在讲话的时候，她就说：“以前在东京过那种生活太颓废了，但那太堕落了，就这样了哈。我们今天可以回来耕种自己的土地，我们的精神都振作起来了。我要把过去那种颓废的生活把它去掉。”这样在写的时候，显然好像是偏重战争国策了。可是在某种程度上，是不是也在批判日本人的现代化都只是有表面而已，而不是真实的使台湾人都享有现代化的生活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一个新的作家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叶石涛。叶石涛，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讲过，我一直非常非常那个钦佩他，而且这本台湾新闻学史的第一页，我第一个献给的人就是天上的叶石涛。我出版这本文学史的时候，他已经去世了。那我为什么会特别钦佩他？因为他在整个皇民化时期，他是当西川满的助理，
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他非常日本化，他非常华民思想。其实他也写过那个华民文学，这都没有错。可是我们在评价一位作家，不能用切断式的来评价，而是要看他一生他所展现出来的。我在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也是如此，在各个不同的阶段，我大概就会在那个时期他写了怎么样的作品，他的艺术的高度有多高，我大概会做这样的评价。但是这样那只是局限在那个特定的时期，可是对他一生的评价，你在文学史里面你就要看他的一生，而不是切断式的。所以叶石涛他后来在战后，他终于为我们写出第一部台湾文学史，那叫做《台湾文学史纲》，1987年那个2月出版。我们都知道1987年是解严那一年，可是要到7月以后才解严。他写的《台湾文学史纲》，其实台湾还没有解严，还是在戒严时期。所以我说那一部是台湾戒严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台湾文学的代表。那叶石涛先生可能不会像我们现在年轻人可以到处批判。他战后初期，你看他去接受皇民化，那后来战后初期，他读了一本左派的书，他居然被人家密告，还去坐牢3年。所以坐牢3年以后，那种痛苦不堪的那个记忆，使他后来对于政治都很疏离。台湾作家，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，尤其在两个时期，就是从战争时期到战后时期，国民党来接受这样的，我们必须把他们放回那个时代的处境去看他。文学评价、历史评价，并不是说只看他的文学作品，而是你还要放到历史的时间脉络里面，看他的位置在哪里，然后再给他一个评价。那最后呢，才给他一个一生总体的评价，这样我们才会更贴近这位作家的灵魂，这位作家的生命吧。那叶石涛他，我为什么评价他特别高？因为他是在戒严时期完成了台湾文学史纲，在最不自由的时代，他为台湾的文学主体建立自己的解释。从这样来看的时候，我当然对他评价高。所以呢，他当初他担任文艺台湾西川版的助理的时候，他也发表过小说啊。那小说是唯美的小说，所以呢，他那些唯美的小说其实都有一点点是模仿西川版。西川版就是一个唯美的作家，可是这位唯美作家到了战争时期的时候，这个日本人摇身一变，变成华民作家，然后开始主导了整个台湾的文学的华民政策。那他是日本人，他可以这样做，有哪一个台湾人可以像他享有那么多的好处？当然不可能啊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在谈西川满的时候，我当然就不能不带出叶石涛。叶石涛他在16岁到18岁写出来的小说，一流的了，那是一流的小说啊，写得好漂亮啊！那写林军的来信啊，这些作品呢，现在年轻人看到他的那个年轻时代的小说的时候，还是觉得叶石涛厉害。所以现在我们回到西川满来，西川满是一个唯美作家，可是他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也负有任务，就是怎样把台湾的历史改写成日本的作战的文学，那他开始改编台湾很多古典的那种游记啦，或者古典的那个传说啦，他变成战争的文学。他第一篇就写《采留记》，当时清朝派第一个官员来台湾采留，因为福州造船厂整个爆炸，所有的那个火药通通都燃烧掉了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清朝就说啊，我们刚刚收回了一个岛屿，变成我们的领土。这个台湾岛上产很多硫磺，
所以呢就派郁永和来台湾。那他来台湾采油的故事，他回去以后写叫做《皮海纪游》。那《皮海纪游》是第一本在清朝时期所写出来的有关台湾的记载，这大概也是清朝统治台湾那么久，那么详细写台湾游记，只有这个那个郁永和写出来了。而西川满就是根据采油记重新把它改造，那改造以后变成日本版本的那个观点的台湾。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历史被改造了，这是非常非常的痛心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必须要还是要承认，西川满真的是妙笔生花。一个唯美作家可以把历史的故事重新改写，是非常不容易，而且改写的那么成功。虽然他已经把那个郁永和日本化了，但是从文学技巧来看，他真的还是一流的作家，是一个杰出的作家。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。欢迎各位观众回来收看台湾新闻学史。西川满他在台湾文坛的地位是非常高的，他本身是日本人，他在台湾长大，后来到大学的时候他回去日本读书，然后又回来，那个他的老师跟他讲，你还是回到台湾，因为你能够写的是日本本地人写不出来的台湾风情，但是你写出来了，你在日本就的文坛就占有特殊的地位。所以西川满他就回到台湾，他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。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法国的唯美作家纪德，那纪德写的文学是同志文学，那一种非常非常那个非常漂亮的文字很美的那一种散文小说，西川满都刻意的要去模仿他。他作为一个纪德的那个信徒，他回到台湾的时候纵然是战争了，但是呢他还是用那一种唯美的文字来描述他所看到台湾的风俗习惯。那我们刚刚提到的采油记，就是郁永和在那个刚刚来到台湾的时候他所留下来的一个皮海纪游，就是渡船来台湾，他是在那个台南上岸的，然后又坐牛车就往北走，然后到了那个遇到浊水溪的时候他被困在那里，最后呢那个山洪爆发过后他又走那个河床往北走，那坐着牛车，然后就一直到达台北。结果他去采油的地方在叫哪是哪里，那就是今天的北投那附近，因为那边有产硫磺，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呢定居下来了。那就采了硫磺，然后六个月以后他采好了，然后就又回到福州去，所以才留下了这个重要的文献。他当年驱赶牛车到达那个官渡的时候，他看到两条河流汇集在一起，他说哇那么好大的水域啊，因为在过去就是淡水了嘛。那他经过这个台北平原的时候，那个草都比那个人的身体还高，比牛车还高，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慢慢的在那个草中间这样走过去，穿越过去的。结果有一次遇到了一条巨蟒，哦，那个蟒蛇很大，他吓到了。这边后来这些场景后来都被西川满改写到他那个采油记了。可是呢，郁永和就
已经被改造成有日本性格的那个的一个旅行者，义勇和好像是变成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呢，来到台湾，跟他在皮海基友的时候写的苦闷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西川门厉害就在这里，狡猾的地方也在这里，就是把一个台湾的一个汉人的探险者改造成日本的一个观光者。哦，那这样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最后他就是写到，他甚至还写到什么，他说啊，他在帐篷里面睡觉的时候，就是呢非常简陋的一个房子睡觉的时候，晚上还有原住民女性进来陪伴他。哎，这个就是西川满自己的性幻想，可是他就把它写进《采流记》里面。哦，这是第一本。第二本就是《龙脉记》。《龙脉记》就是讲德国人怎样开始开拓台湾纵贯铁路。我们都知道台湾的铁路是那个铁路怎么来的，是因为他在那个清朝本来是在四川要建一条铁路，结果当地四川的人民起来反抗，因为这个铁路所经之处都是坟墓的地方，所以既然都是坟墓的地方，所以你起来抗议，就是说不准你在这边建铁路，这破坏我们的风水。所以在四川那个铁路铁轨都埋好了，就没有想到遇到阻碍，所以呢只好就停顿下来。那刘铭传知道这件事情，就说那何不把这些铁轨拿到台湾，我们来铺这个道路。所以呢在刘铭传的时候，龙脉记就在写这个故事。龙脉记就是说从基隆开始，然后最后就是到达那个新竹，那个当时纵贯铁路就是北部这一段而已。但是有太多山洞了，因为都是山嘛。你从台北到基隆到台北来这样的，要经过那么多的山洞。那是刘铭传的时代开始开拓的。那德国的那个工程师非常生气，就说为什么我要挖这个洞，然后你们就说这里有龙脉，就不要那个人民也不要开垦。所以呢他事实上你看，德国人代表现代化，而那个这一种对风俗习惯、对这种龙脉这些非常重视的，就是还没有开化的台湾人。西川满就把这样现代跟传统这样做一个强烈的对比，然后写成一篇小说。这篇小说后来他在战争时期1943年的时候，那个西川满他又写了一篇非常长的小说，长篇小说叫做《台湾纵贯铁道》。哦，这篇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经典的作品。就是《台湾纵贯铁道》，我们都知道日本人来到台湾是1906年就建好了。1895年进来了，1906年就建了呢。那他这个龙脉记就讲了，当时建好的铁轨从来没有一次火车是准时出发的。而且呢出发之后呢常常呢就是会脱轨会出轨这样的。啊，就是在讲说过去清朝建的铁路是多么糟糕。所以战争时期他写台湾纵贯铁路的时候，那真的就是很精确而且是非常准时的这样的一个铁路这样。那就要对照出日本人的帝国是多么的前进多么现代化，而清朝是多么落后。所以他要讲说他们是非常有效率的。但是我们如果说把这种国主的情绪把它拿掉，我们也必须承认日本的现代化是蛮成功的了。所以他在龙脉记可以写的那么傲慢就是这样了。那到了台湾纵贯铁道的时候那更傲慢了。哦，这我们大概都很清楚。那他又写了一篇叫做赤坎记。赤坎记呢就是写郑成功后代的故事，也是在配合战争国策。赤坎记他为什么在配合战争国策，他我们都知道郑成功的有很多孩子，譬如说郑克爽，我们都知道郑克爽是继他的位置，可是郑克爽的弟弟叫郑克璋，这我们就比较少知道他。
他就写这个政客状，然后就在这个船那个航行呢，在船上航行，然后政客章呢就遥望着南方，就说有一天我要到达那个最遥远的南方。那其实这个就是在强调日本人的南侵政策，我们现在看一目了然，就是知道的是非常配合国策的。可是他为了说服台湾读者，就把台湾的很多的民俗的故事把它改造的，或者历史故事把它改造成日本版的台湾这样的。啊，这当然就是说改写的技巧，坦白讲他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真的非常厉害。那另外呢，他在台湾呢，他一直是非常崇拜妈祖，他知道台湾人是非常崇拜妈祖的。他有一本杂志叫做妈祖，就是每个月出版一本，然后介绍这个新书这样的。这也是只有日本人才会做这样的工作，这就是叫做妈祖。那他有写过一篇小说叫做天上圣母，那天上圣母就是妈祖啊，就是妈祖啊。那他就是在讲，他说他在看到庙里，然后呢他要去那个妈祖庙的时候，在巷子里遇到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做了细节的描写，她的睫毛怎么样啦、啊、然后她的皮肤是多么细嫩啊这样。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就在走的时候，她就跟着在后面就跟踪她，然后一个转角以后就看不到了，哎，这个人在哪里了？后来才前面有一个妈祖庙，然后就是走进去了，让他看到妈祖的那个形象的时候说，诶，这个不就是我刚才遇到的那个少女吗？诶，这个意淫的这种书写的方式，他连妈祖也把它改成一个美少女，那就是日本的国民美少女啊，就是这投射了他某种那种占有的欲望。那在这一点上呢，坦白讲他是写得非常成功。所以他出了这个，他出了一个《华丽岛显风录》。《华丽岛显风录》就是采集各地的风俗，这种风俗习惯跟日本人不一样，他全部都把它采集收成一本书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《华丽岛名画集》，就是我们平常人台湾人所讲的一些口语，然后一些就是说平常借贷的那个方式啦、啊，或者是呢。啊，嫁娶的那种方式所使用的语言啊，这种语言我们大概都是消失了，可是华丽岛名画集都把它收集在那里。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，谢谢各位。